这个。好了，我们。我想扭这个。扭几个？扭三个吧。它这个好像是随机的，就会有公仔，也会有这种，就是吊饰，然后徽章。我们先扭两个，啊，希望有这个。好。好不好？我觉得好可爱哦。我也觉得它好可爱。对，这我真的要放展示柜里，拜托，榻榻木。好轻哦，听起来。啊，就是小颗的感觉啊。小徽章，看一下。小徽章哦，是那个吊牌。哎，而且还是我觉得最不好看的一个。好了。好了。再来。有重。它有大颗的吗？很重是不是？很重哎。求你了！哦，好可爱啊，扭到了，是哪一只啊？哎，好可爱哦，是拿兔子这一只，好可爱。那我们就两转就好了。可爱哦！哎，这2019年就是雪的。但是 A 赏 A 赏两种 A 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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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今天好 A 哦、喔，好色。Go。初音哎。对啊，这只好可爱哦、喔。很可爱。想不到有一天你会说初音可爱哦，你在雪中煮初音哎，这种感觉真不错哎，真的下雪，这种小雪好舒服哦、喔。下雪的初音哎。而且现在在下雪，现在正在下雪哦、喔。好可爱哦！还有抱兔子，